年陈意涵和老公许富祥结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满。日前她就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育儿小妙招，她透露自己带着三岁儿子小初外出时，儿子突然表示自己不想走路，身为妈妈的她并没有马上抱起儿子，而是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引导儿子继续独立走路。只见两人在影片中把走路变成一场跳格子游戏，陈意涵带着儿子一起在格子地板上蹦跳，大大提升了小初对走路的兴趣，母子俩全程有说有笑，温馨互动非常有爱。影片曝光后引来多位家长称赞他的育儿方式，直呼他根本是育儿大师。